吃善天使后，一面见绿云，即有这个背景，这些慢慢的皮肤就老空气啊。你是你错乱的啦！什么名字？哦，还是你动了。你当男秘书，你的回头，我去，回头把我放了放。但是你是当这个，我是放两张，这个当秘书，请不要出两张。三亚的老师，是你呀。我来看过这些呢，以前不叫几钱，这次重新的申请，从过两天这个月，哎呀，这个不对，这个这个太太生理还不厉害，还没动呢。哦，那今天是什么东西啊？东西啊。十五十六成精的意义，是是是，所以那里头，那大家感觉爱听。原来在这里是现在的林静文老师，七月一日的事情。林静文老师在那里。如果嘛，你这里真读我说，你不能真读，你掏钱你掏多，然后就不能跟我们在做，很多都是故事，真的会遗憾的。那时候没有分到的。这样子的导师，而且老师可以很多的，但是这些老师们呢，他们留下的伙伴就是真的是讲的好，我刚刚在说的太熟悉，还是把红尘当年，我刚才一个规矩呢，这个真的很高级，我是几回事，三千刀，那是你一边的爱情故事，哇，一大红尘讲，今天，雅文老师，你们这个小伙子，你想不想？不想的话，当然。